着白色的外套，是我们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林志玉理事长。好，我好像也有看到我们北投区公所的吴崇信区长也来到现场，还有我们西北投福人社的我们的社长佳慧也在现场，跟大家挥挥手。国际福人3523地区，我们的秘书长 Heaven 也在现场，总监也在现场，在哪里？我们总监杨逸兰总监 Stella。好，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正队哦，都是来自我们的福人社。那相当多的福人社，刚刚大家已经跟各位一一报道，我们华越福人社的 CP Chen 也来到了现场，还有我们非常多的福人社都陆续进场。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高的是来自日本松山市的野志克元市长，站在他旁边的那位帅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嘉宾，来自监察院的李鸿钧副院长，跟大家挥挥手。大家国際温泉旅行協会の皆様ご登場です。那还有我们最重要，这是活动的重要推手，台湾商业产业观光发展联合总会周水杯总会长。その先方は松山露市市長、そして台湾亚太国际温泉旅游协会林鸿钧副院长、そして周水杯総会長です。林志安理事长来到现场，跟大家挥挥手。松山会長です。那这次呢，有说到我们这次的活动有500个日本贵宾来到我们现场，除了松山道温泉，还有来自非常多15个温泉城市哦。那这边呢也来到了现场，那也谢谢台北市商业产业联合会这次志工的服务，跟大家挥挥手好吗？欢迎您。现在进入的队伍是我们的福安宫，北投福安宫呢，现场的土地公也来到了现场为大家祈福。那超过140年历史的北投福安宫，又称北投黄雅后福安宫，他们每年呢一定会参加台北温泉季的活动。那我们刚刚有听到北我们的土地公也来到了现场为大家发我们的平安糖哦。今天用大家的手
头戏之二哈，我们有北投青家国小可爱的小朋友扛着来自日本松山市八丁会镇上的儿童神像。第一台神像叫做小金，第二台神像叫做小黑。平常小金神像会停在北投水美温泉会馆，而我们的小黑呢会停在松山市车站哦。那每台重量都是100公斤，扛的时候呢，小朋友都会把他的毛巾垫在他的肩膀上。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喊 Wash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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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们都说每年参加我们的壮壮活动非常好玩，因为这个是日本的习俗，也代表着被神明祝福哦。谢谢我们北投青江国小。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日本舞泳啊。那首先呢，我们介绍是开明里日本舞泳班。在秋燕老师的专业指导下，学生个个舞蹈精湛，尤其我们里面有一位是我们北投区开明里的左立方里长，跟大家挥挥手好吗？里长好。他就在我们这一次哦，非常非常肯定我们的活动，他也希望银发族能够舞动人生有益健康。那还有我们来自宝山小旗日本舞泳由寿小师老师带队领导同好，透过舞蹈表演参与社区的活动。今天早上我们在花玉一的开场表演，由寿小旗老师的协助，在短短8周里练习，也就是我们这16位的孩子，欢迎你。来，我们右边挥挥手好吗？也跟左边挥挥手。那我们今天早上在花玉一的表演里有只有8次的练习哦，非常的精彩。接下来是我们华山小晴为日本舞泳。那宋小晴老师刚就有提到了，就是由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逸仙国小这个整个哦所有的舞蹈班来进行演出。谢谢宋小晴老师。Yeah, man.